起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是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冠军王看到我们这个现场佩慈的演唱的感觉没有啊、我觉得唱得很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所以刚才听就觉得很兴奋啊，不就兴奋就是喜欢听，然后觉得他真的唱得不错，对不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专业评审的评分了跟奖评，来我们的张宇老师。其实听完之后就非常清楚为什么林建辉会得到这么多的冠军哦，因为他唱歌非常的稳，然后非常的不做作，该怎么唱就怎么唱。那曾佩慈今天其实表现的也不错，然后而且声音有回来哦，那我觉得你只要声音回来基本上就方向就很被看好，但是如果真的就歌唱技巧来说的话，其实你可能没有林先生这么稳定这样子。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电视机前面听到林建辉的声音一定是真的可以马上觉得这个曾佩慈很危险，我觉得是难分轩轾。马上我们就来看看两位的分数，首先林建辉的分数，请评审按灯。林建辉得到的分数是20分，非常高的分数，掌声鼓励鼓励。好，曾佩慈，请评审按灯，他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8、19、20分，恭喜两位，红灯同分。来，我们的小胖老师怎么办？根据我们 PK 的方式，就是赶紧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歌曲，一较长短。好，在这边呢，我给两位一样的时间做准备，就是5秒，5、4、3、2，时间到。好，那么照例的还是我们挑战者先来演唱你的 PK 中的 PK 歌曲，接下来你要选的是什么歌，林建辉？我选唱一首英文歌。谁的歌？Westlife 的 Flying Without Wings。 Flying Without Wings， 没有翅膀都可以飞哦。好，掌声鼓励我们的踢馆挑战者。 Everybody's looking for that something， One thing that makes it all completeYou find it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places you never knew it could be. Some find it in the faces of their children. Some find it in the lover's eyes.
Who can deny the joy it brings when you found that special thing? You're flying without wings.掌声鼓励林建辉 PK 之 PK 歌。接下来佩慈想好了吗？你要迎战的是佩慈傻瓜，来请演唱。傻瓜，我们都一样，被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我们马上来看看林建辉的分数，请评审按灯。林建辉得到的灯数是 PK 中的 PK， 已经到第二轮了，他得到的分数是18 20 20分，仍然维持了20分的高分。星光二班已经，这个梁文音已经抱着自己的头了，不敢看了，非常紧张。好，挑战者已经是2次20分的高分，曾佩慈这一次能不能过关？请评审按灯。佩慈的分数是，在挑战者再度获得20分的高分之后，究竟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好，挑战者已经是2次20分的高分，曾佩慈这一次能不能过关？请评审按灯。佩慈的分数是19 20 21。